林伟他怎么样了？你跟林伟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事情到了今天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瞒着你的了。我在美国结过婚，只是我生活的并不幸福。后来我回国遇到了林伟，我发现原来我这么多年。 我对他的爱一点都没有变，我渴望得到他，我渴望跟他生活在一起。我知道现在你心里很恨我，其实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心里真的也很难过。我之前想过回到美国结束我的过去，然后回来跟林伟在一起。 我是真的很爱他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他，我甚至要比你还爱他。你知道吗？我真想狠狠地给你一巴掌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你爱他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比我更爱他？爱是什么？爱是不允许自己在爱的人面前会有半点谎言，半点欺骗。 爱是会给对方一个家，给他幸福，给他快乐。你呢？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想到的只是嫉妒、欲望和仇恨。秦山，你知道吗？是你把林伟给毁了。你只想到你自己。秦山，你太自私了。你说的对。 你知道吗，依琳？我不管做什么，我都比不过你。但是我对林伟是真心的，真心的。这是医生刚刚给我的林伟的检查报告。他的双腿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，后半生可能只能坐在轮椅上。 如果你是真心爱他，你愿意留下来照顾他吗？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勇气，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爱过他。为什么到最后你还在骗他？骗他说你怀孕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因为我不想失去他。 我知道，就算我现在愿意留下来陪着他，他也不会接受的，因为他恨我，恨我骗了他。你走吧，永远都不要让李伟再见到你。 见到秦山了，他明天就回美国了。还直接对小莫很好，他知道怎么跟他沟通，知道怎么能让小莫信任他。如果你没有躺在这儿，我想我一定跟他结婚了。
我是爱他的，可是我心里很矛盾。无论是谁，都替代不了你在儿子心中的位置。他需要你的爱，所以我希望能帮着你康复，能帮着你站起来，能看到你陪儿子一起踢球、游泳、爬山，能让他像其他孩子一样得到父亲的保护和陪伴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到一会儿。我给你带了几个你爱吃的菜，还有骨头汤，给林伟的。你没吃饭吧？林伟已经睡了。你以后别再往这儿送饭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他现在特别脆弱，他很需要我照顾他。我不想再把你拖累进来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行了行了，现在什么也别说了，当务之急是得让林伟赶紧恢复身体。我可以等，没事，我不着急。那我送你回去吧。爸爸出差的时候受伤的。严重吗？爸爸很坚强。一会儿到了医院之后，不许哭鼻子啊！哦，那我们是要把爸爸接回家里来住吗？啊。那小姨呢？她怎么走了？小姨回家了。小姨当然是要跟姨父在一起住了。你怎么今天这么多问题呀？啊？送你去医院吧。小莫。爸爸可能心情不太好，你想办法逗他开心好吗？知道了。走吧。小莫，爸爸就在那个地方。记住，你是个男子汉。小莫。
疼吗？爸爸不疼。上次我运动会脚扭了一下，还疼了好几天呢。爸爸，你要坚强。爸爸最坚强了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爸爸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我还要跟你一块踢球，你还要教我击剑。宝贝儿，爸爸的腿会好起来的。但如果有一天爸爸的腿好不了，爸爸走了也陪你玩儿。你千万别埋怨爸爸，好吗？我不要你坐轮椅，我让你能站起来。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要和你妈一块照顾你，是吧，妈妈？爸爸的腿都成这样了，还要连累你们，对不起，儿子。大妈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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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！我真的不恨你。等你腿好了，我还要带你和妈妈去南极看企鹅呢。小莫怎么样？你走吧。不用，我没事儿，我再待会儿，万一有什么状况呢？我的事儿你以后不要再管了。走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把林美接回家照顾她，帮着她康复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况，回家休养，可能效果更好一些。这样我也可以帮助你一块照顾他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你让小莫怎么想，林梅怎么看，其他人会怎么认为啊？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愿意，别人爱怎么说让他们说去。韩志杰。之前是不是在外边？他怎么不进来啊？妈，我们一起照顾爸爸，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